我真的有問過白明哥的，我說白明哥，即如果我做一個搭檔這個角色，會不會更加令觀眾意想不到呢？作為一個演員來說，都希望多些挑戰的嘛。咁佢就咁樣一個答案俾到我，我就話：哎呀，好 sweet 啊，癲啲啊，或者喪啲啊，或者係傻嘅都可以去嘗試咯。因為始終電影嘅尺度對比啊電視圈係闊好多噶嘛。咁所以雖然我拍咗好多電視劇，但係嗰尺度都係即係家庭觀眾可以睇嘅嗰啲啦。咁電影就分好多級嘅，咁所以我自己都希望可以試下自己嗰條線去到哪裡，那把尺是可以去到多闊。其實我對上一套電視劇裸露得比較多一點，都是《多功能老婆》裡面的泳裝。那時候 都露不少的，在電影方面就是未試過。現在的確確是疫情的關係，所以就多了很多時間去操練自己啦，希望可以增值到自己，令自己是譬如說有機會來的時候可以多一些即把握到啦。如果不是的話又有肥嘟嘟，如果要你穿比基尼的話又不漂亮。我真的有問過白明哥的，我說白明哥，即如果我做一個搭檔這個角色，會不會更加令觀眾意想不到呢？因為哇，表面好像是一看就是好人啦，即是賺自己啦，即一定是一個賢良淑德啦，咁樣咁無啦啦變咗中間變咗小三啦，然之後原來係癲嘅咁樣，咁更加會扭曲咗嗰個心理，更加會恐懼啲咯，會唔會咧？然之後白明覺得千祈唔好，佢話你都係做翻，因為我係叫做第一次在大銀幕做一個咁 mean 嘅角色啦，係咪？即係主演嘅角色，咁所以佢希望我帶出嚟，帶俾大銀幕啲觀眾咧都知道啊，我係點樣咯，而唔係為咗挑戰。挑戰嘅嘢咧，遲啲先挑戰，因為今次係屬於都叫做初出呢個銀幕啦。咁啊，佢希望我一個更加似自己嘅角色去帶俾觀眾睇咯。我哋對方即係雙方都好錫住大家，咁搭檔佢都有話佢因為拍打鬥嘅經驗唔係太多，咁我就。我都話俾佢聽，長痛不如短痛啦。咁啊，即係其實如果你輕輕力咁樣叉住我條頸去攣我嘅話，出嚟效果未必係大家覺得係真，係嘛？即係咁而為咗唔好整親我而唔真嘅話，觀眾都好難說服，因為啲觀眾都好希望佢哋可以投入噶嘛。咁如果咁多次唔得，咁啊又 NG 再嚟，咁反而唔好。咁不如我哋就即係。直頭是真的啦，咁樣咁即係嗰場戲我都好期待。事業嘅野心，我唔知道每個人嘅睇法唔同，我就幾大嘅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應該一早結咗婚，生咗 B B 啦。係啊，咁我覺得而家呢個世紀係比較多女強人嘅，咁即係可以攞手嚟講啦，你。寧願咁樣去伸手問人哋攞錢好啦，定還是自己咁樣去找錢好啦？咁我選擇咗咁樣自己找錢咯，即係咁樣會有安全感啲，係嘛？即係咁樣攞翻嚟噶嘛？如果咁樣，我下下都要求人哋嘅話，就我覺得而家能夠做嘅就係、是、自己揾多啲錢，希望可以打平一番。咁之後就會更加有安全感啦。我覺得事後或者影後呢個位置，因為而家進軍呢個影壇，都係一個目標嚟嘅。咁人係要有目標先會更加有大啲動力去前進啦。咁希望可以快啲啦。